买买，新年发大财啊！好易中，好易中。喂，买啦喂，买定离手啊！哇，全部买鸡啊！既然咁多人买鸡，不如讲下属鸡嘅生肖啦。咁属鸡嘅朋友咧，除咗有的煞同灾煞两粒空星之外咧，亦都有呢个叫天狗星。之前嗰两粒讲紧嘅一啲意外上嘅问题啦，或者系官非是非特别多嘅嘢。而天狗嘅讲紧亦都系代表肠胃上唔舒服、交通意外或者系身体上咧呢个肺部啊容易有问题啊，所以今年属鸡嘅朋友健康上特别要留意啦。而另外有一粒叫文昌星。都是一個好的星嚟嘅，文昌星講嘅係一啲讀書上嘅影響啦，即係話今年屬雞嘅朋友不妨去進修下，讀下書都係一個唔錯嘅年份嚟嘅。喂，開馬，喂，再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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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既然頭先咁多人買兔仔，不如講下兔仔嘅生肖啦。又咁，兔仔今年對於豬年嚟講，雖然冇犯太歲，但係今年空星都幾多嘅。一粒叫五鬼星，五鬼星講嘅係一啲破財耗利或者做生意特別差嘅星嚟嘅。而亦都同時間三道符咧，車你身上邊咧，咩符咧？練符、飛符同埋官符嘅。練符、飛符講緊係一啲做生意嘅話，營商嘅環境特別差，亦都問題特別多嘅時間。而官符亦都代表就係啲官非是非特別多，所以對於你嚟講，今年咧真係確實都係麻麻地嘅年份嚟嘅。咁但係好嘅地方就係今年有三台同將星幫手。兩粒星都算是吉星嚟嘅，咁而都如果對於你咧做公務員嘅話，亦都係特別好嘅年份，因為今年容易有呢個升職加人工嘅機會。所以對於你嚟講，如果想大展拳腳咧，今年未必係一個時間；但如果你想力爭上游、想人工升職加人工嘅話咧，係反而一個好時候嚟嘅。喂，開啊！都係馬喎，喂，買啊買啊買啊，買定離手啦，離手。既然頭先有人買蛇啦，不如講下屬蛇嘅生肖啦。今年對於屬蛇朋友嚟講咧，今年正沖太歲，我哋叫歲破啊，亦即係話今年得罪老細啦。對於你嚟講，想行運都有啲難度啦。而另外一粒星叫大號星，大號星講緊喺大型支出或者健康上特別受容易受傷嘅機會嚟嘅。而另外代表有粒叫蘭光星，蘭光星代表重重障礙啊，原本係條好順嘅路嘅，但今年咧特別多問題阻住你。而另外一粒叫披頭星，披頭星講嘅係一啲家族成員容易有毛病，即係話今年不妨打屋企咧做一個身體檢查，都係比較好嘅。咁而好嘅地方就係咩？今年得一粒叫翼馬星，翼馬星講嘅係一啲出去出外去遷移啊、移動或者出外工作，即係話當你覺得誒悶悶地或者覺得好似個運爭啲啲喎咁樣樣，不妨可以出外行下，都不妨係一個好嘅時候嚟嘅。開，仲係馬，喂，再嚟再嚟再嚟，喂，買啦喂，買啦喂，馬馬馬，一定係，哇，馬識揀喎，今次買馬唔錯唔錯。咁頭先點解鋪鋪開馬？咁仲有佢嘅原因嘅，因為今年屬馬嘅人咧，同豬年相合啊。而另一方面咧，亦都有好多吉星輔助佢啊，有紫微同埋龍德兩粒吉星。講緊嘅亦都係啲大貴人或者前輩上司特別嘅照顧。而另一方面，亦都有地解星，地解星係一啲女性嘅貴人嘅扶持啊，亦都代表民眾上嘅支持。而最後亦都有六分星，講緊嘅係一啲職位上嘅提升或者人工上嘅增加。所以今年屬馬嘅人嚟講咧。其實是一隻十分好好的年份嚟嘅，咁但係亦都留意啦，今年都有暴八同埋天厄兩粒星，係一啲突如其來啊嘅問題啊，或者一啲你意想不到嘅事咧，會阻礙住你嘅，所以今年都唔可以能夠掉以輕心嘅。喂，準備開啊，準備開啊！咦，阿Sir喎。